张起司，还是不要擦好。我发现我的清空万灵石快要用完。Excess。我看十哥这一套，感觉我煮得起来耶。好，开始哦，乐迪。啥子打一遍？皮卡丘。一遍哦，对，新的一遍。晚点吧，九点多十点的时候。对，这礼拜一遍听谁讲？听朋友讲说，好像蛮难的。真假的？哎，感谢俊哥八等干爹。八等干哥，然后自制的地图是列车那一张地图，然后好像是随机核弹的样子。随机核弹，就是好像会无预警的就有核弹掉下来的那种。哎呀，没难度啊。然后核弹在家自爆，听说新的就对，新的异变吗？对，这礼拜的。为什么不能调你们的？看一下，我这样隐蔽剩多少？这个点五级的是隐蔽剩13.4 ，OK。已开启自动驾驶模式。所以我现在直播我开起来吧，应该有了。有开起来。哦，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。他们点颜色瞧瞧。双航场导演。这几阶场？这是五六阶场。好，五阶跟六阶，有三艘船，你不要碰。那个 C 开头 ，CLEBELAND Cleveland 不要动它 ，Gunbug 可以不要动就不要动，其他都还好。Gunbug。想少哈，太天真了。哎，你感觉还没进？完全卡住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快冲了！大哥又出现了。快冲！快冲！超火！了解。这一个版本有 bug。超火！啥 bug？是我好像就是登录有 bug， 登录登进画面会有 bug， 一个 bug 在。之前说用普通要改，就是感觉有点改。Win7的问题比较大 ，Win8就还好。Win8以上的。航空大队四正返回船舰。
屌你！航空大队四正返回传奇。啊，被清了。看有人伤害你是？没有擦撞。哦。哎呦，另一边哦，小心 UAG 哦。哦。对，队友要爆了，应该还没那么快，他战斗机刚起。已到达导航点。他应该可以自卫吧？可以可以，他没问题。需要我帮他自卫一下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去帮卫一下啊。自己打就好。哇，他好会自卫哦，他锁住了耶。今天首发战舰的，没有啊，现在没有工伤，他自己要玩。来帮他自卫一下。哎、欸、干，他把他打死了，靠，没捡到尾刀。看我的这处境有点尴尬、啊。今天为什么那么早开？还好吧，其实我今天七点左右就到家了。我明天下午就会开哦，明天下午没事。你说什么名字开头不要靠近了？这里好像有一个飞机，还是驱逐舰？干我把干！哇哦！引发火灾，酷酷脸。航空大队四正返回船舰。辉哥要赶快跑哦！你坐我那位置啊？你这个位置，往跟着那个跟着我们的航母走，跟着第一艘航母走，这个位置有点危险。队友快来帮忙哦！航空大队三，共正发射到攻击。干，我觉得会不会扫？闪一边好了，等他扫完我再进场。航空大队二，开火！想扫，吃毛吧！讲这问题超严重的，卡会一直卡很久。哎呦，我写回报单啊，我的回报单现在还没有人鸟我。什么回报单？写三连单啊，我写三连单 ，W 区只看回报单，不看三连单的啊。回报里也没人鸟我。
有啦，我有直接跟那个 WG 的员工汇报了，我有认识的。认识哪位？那是台湾区的，又不是俄罗斯。哎，感谢 A363808四等干爹。这剩八，我真的不想打了。已开启自动驾驶模式。这鱼雷机。哦，那个不用太担心，我的防空炮是可以出。我还是要转。已关闭自动驾驶模式。啊！炸掉！被烧成啊！看他那个防空塔居然不拦他的，我方队伍取得领先。哥哥，等一下，如果你还要玩无间美航的话，就换个甲板。啊，过吧。啊，换一个甲板，你这样感觉好像没什么一样，就是把对面的空军完全制住，可是就相对没什么。但我屌虐他们空军哎、欸。啊！你是屌虐空军没错，屌虐，完全屌虐。你怎么可以说我没输错？输错8318好吗？8318。开启自动驾驶模式。你看不起打8000多的吗？已关闭自动驾驶模式。航空大队四，开火。这场凶多吉少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凶多吉少。航空大队四与敌人交战中，有我在，不要怕。航空大队四正返回船舰。我们不是船速优势吗？优势归优势，可是阵型很差，对方阵型很好。怎么办？我是要死了，我们两个航母是要哭哭脸了。这是还可以，你们附近还有一艘残血。怎么办？我没办法自卫。没有，你旁边不是有一艘 C 开头的吗？有那个在飞机应该至少是动不了你。干，我跟你讲，我旁边的两艘船都快爆了。你有看到我旁边两艘血都不到10000呢、欸？被单纯以飞机来讲是难讲。干怎么办？我们的队友可以赶快往上跑啊！他们还在那边搞笑，妈的！就下面那边动作很慢，我看一下。当然，墨西哥就算了。我们队友正在搞笑，完蛋了。我们需要支援，我要叫了，我要叫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叫了。干他三小啊 ，handle 树是不是？辉哥，你声音会糊掉。我重扣一次哦。好。我重扣一次，我觉得你声音会糊掉。你看战舰有一个 bug， 不知道为什么会跟 SK 撞到。航空大队四在航中，航空大队四已击毁。靠，超痛的。OK， 有声音。OK。干我的拔蜡机被屌虐。哎、欸，还很难说、哦，对面的航空母舰被抓到了。哎、欸，对面的拔蜡是哪一个很会干空军啊？哪一个很会干什么？你说空军哦 ，C 开头的那个克里夫兰。哦，干，他刚刚是屌虐我两架哎、欸。对啊，他是所谓的六阶近空拳。已关闭自动驾驶模式。航空大队二跟敌人交战中。刚好被发现了。我觉得要逃也来不及了，可是应该是不至于打你啊。如果现在打你的话，他们会少很多。但他们在打我，他们在打我，怎么办？我很害怕，真实的，真的。我很害怕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撞他啊，受不了啊！哇！但我完全没有办法自保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凶多吉少。我要跟他拼了，我受不了。请求支援！请求支援！我要撞他！
看不到。干，严重伤害，我要死。干狙击脸了。干，我声音先低了，我声音先低了。长官，问题已解决。解决你妹啊！要死啦！狙。干，我打掉超多飞机嘞。根本就是超飞机打人，我现在四打六，我是要输了，四打七，我要不要直接跳、啊？我直接跳好不好？直接跳，然后我换日航。Go go go！ 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先玩，我先把问题解决。好。OK。Go。就先玩。我不想等一下，让我选一招，我选那个 ，OK 好，不要像传言，好，啊痛，那个叫克爷的，克里夫兰，克里夫兰的，他就。我觉得放在 T6 算是做坏的一艘船，不过把它拿上去又会很弱，蛮尴尬的一艘船。就是它如果上七阶又太弱是不是？上七阶又太弱，上六阶再六阶又太强，再六阶又太强，上七阶又太弱，所以就把它放在六阶。我是看到他的飞机就要跑，好像不用。你说对面的吗？尽量跑。哦，当然是美。两边都两个都是美国的，对面两个。反正我看到他们的空军，我就跑就对了。对，对，看到战斗机就跑。全线备战。我视讯挡住了，是不是 ？OK。很简单，让它消失。Go。已开启自动驾驶模式。要打现在再看视讯。就可以跟着队友的那个战斗机跑。是啊，我觉得手下就做这种事啊。跟他跑就可以。不然我单打独斗一定被屌虐。不是要小心被扫就是。啊，我没那么蠢，只有我扫别人，没有别人扫我。OK， 好、哦。下去把那个飞机搞掉吗？就是需要防空机。我们的队友会帮你们完成这个任务。上面有一个鱼雷，我要先去抓。真的是这样好 ，OK。威哥先跟你讲，听说四阶、五阶的航空母舰在下一个版本，不是下一个版本，之后未来有一个版本啊被削弱，因为太强。好、啊。已开启自动驾驶模式。
刚刚被发现了。射射他！你被发现了。啊，我的斩手机。哦哦，我还以为你的船被发现了。哎，你怎么都不射那个？想说到底是怎样摸到哪里去？射那个，养他射他。干好猛哦！他把我扫掉了，但是我两发鱼人应该都会中。航点已到达目的地，两发有点亏。好，可以接受。干他好好好好扫哦！他怎么会扫？干我要GG了！干超亏了，操！对啊，只有两发中，真的超亏的。妈，超亏了，亏死了！我要跳 game 了，妈的！我要跳 game 了。你还有八架吗？我不管，我要跳 game 了。哎、欸，烂游戏。干玩不下去耶、欸、剩八飞八架还是玩个懒懒蛋哦、喔、可以了，剩八架还有办法玩下去。辉哥你要证明你的实力，八架还能玩得下去代表你是真的高手中的高手。靠，已关闭自动驾驶模式。我讲实话，上去之后飞机会越来越多了。就是辉哥，你这个阶段不要，除非你真的技术很好，然后就是很有把握。对，反尽量不要斩首，不要斩首，绝对不要斩首。干！因为低阶的机库实在是太少了。看，我的战斗机已经死光了，我现在可以专心玩鱼雷了。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，你知道吗？对日航来说，战斗机不是太重要，不会太重要。只要有办法调虎离山，然后鱼雷做主。我的战斗机已经没了，我觉得很难过。这款游戏我已经玩不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击毁了一艘敌方主力舰。我已经快要可以挂网，你知道吗？我可以挂网了、欸，我就站西点好了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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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完全被废弃了吗？一架都没有了。一架都没有。干！好啦，我27000的伤害，我要睡觉了，休息了哦。晚安各位。你没有用整机间哦？什么？你现在还是用耳机哦？对啊，用什么？那你已经没用了。怎么了吗？已开启自动驾驶模式，你不要让它转就好了。已开启自动，拿胶带把它固定住啊。已到达导航点，已开启自动驾驶模式。我原本有带，但是那个习惯就好了。就是，不然你真的觉得很烦，就用胶带固定。我讲真的，没有，它其实就那样子啊。它其实那是它的优点，你知道吗？你有带那个的话，打欧大兵应该听得到转速声，对不对？嗯。我戴这也听得到啊。没有，你用喇叭一定听不到的。讲十句有七句我都认为不知道。对啊。你这个人实在是太。你知道昨天吗？啊。在那个产品在玩桌游啊，玩的都卡卡声。你在跟他们讲是？对，然后有一天啊，不是有一天，我们那天就玩嘛，就赚城堡。然后一开始我是有两个骑士站在上面。然后就说有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，还唱出了什么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。就你知道他在做什么事吗？后来把他全部都抢走。超白目。没有，我是不知道可以不放。我太难过了。放我一定是跟你共享那片荣耀了。已经记住那天发生事情。
干，记仇哎、欸！太难过了，没关系。各位游客，现在左手边为你们介绍的是，这个是宜兰东山河。要赢了哎、欸！啊，果然是靠我 carry 啊！我跟你讲，我打个27000，排名也是在前几名啊。为什么他不让我按 shift？ 为什么他不让我按 shift？ 坏掉了。自动驾驶模式，已关闭自动驾驶模式，已开启自动驾驶模式。我快死了！不要怕，有我在。还好啦，4000滴血收两烧，我觉得还 OK。为什么不能 shift 啊？我不能使用导览模式哎、欸。是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听你也会断断续续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有时候我听你会断断续续，我觉得是 SK 的问题。已关闭自动驾驶模式。的问题。哇，狙击。只能吸到我的鱼雷会中。已开启自动驾驶模式，已到达导航点。哇，我没看到了，我很害怕，可以不要靠近我吗？那赶快跑吧！没看到，然后其他五鱼雷可以重伤他。啊，又 K 了一场。中了，自发都中 ，OK。已开启自动驾驶模式，已到达导航点。他是还没死啊？他还没死，他快死，哎、欸，不是有一个设定可以把那个血量永久打开吗？有啊，那个设定里面要控制转换战斗界面模式，最左下角转战。哦，你是没有开是不是？我自己是没开啊，因为我习惯 AOT。已开启自动驾驶模式。不行啊，神风失败他们就赚到分了，屌你！啊，我们的那个五阶的手势也拿到，我们就换星海吧。那个美航，你说美航要换回来对不对？换一最上角第一个甲板，一号甲板。你说飞航控制吗？对，飞航控制。健身吗？哦，一号甲板。那个在飞机那边。你说一战斗机、鱼雷、一轰炸机。对，战斗机、鱼雷。战斗机。第一模组。是不是也有一鱼雷两轰炸机？可是好像很烂哎。哦，一鱼雷轰炸机，可以打，只是你会很痛苦。对啊，好，我选第一个 ，Go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再挑一招。刚来稍好呢、欸，要机动性好一点的。那个战斗机是怎样？阶级四，阶级五。哦，飞机了。哦，阿锦开台了。哎、欸、呀。开始哦。OK。Go。我喜欢吃
你还没准备好啊？我很彪。我刚刚就是用滞空甲板。哦，对了，辉哥，我忘了跟你讲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说那个舰队的那个队伍战斗的那个队伍名称吗？那个可以改，我发现其实可以改。哦哦哦，对，你想改就改。欸、他们说我首胜拿了，所以我们刚刚那个跳 game 那场赢了、喔，真的假的？那应该是赢了。这么神？我只是说凶多吉少，但没有说会输。我现在玩的这一招可以很风骚哦。哎、欸，对面是一美行一日行是吧？对，一美一日，我们也是一样的，看对面甲板。就不知道对面是什么开局啊，要先侦查，因为我刚刚没有看他们的飞机的数字。他的飞机加4哎、欸，那个美行。跟你比起来加4是吧？对，2021。两个战斗机是吧？对，两战斗机，每行是两战斗机。幼稚。如果看你的，他加你，他你是加4还是他加4？他加4。他加4，那就已到达导航点，已到达目的地。我记得加3是012吧，加4是20。幼稚甲板。我太久没玩五阶了，我太久没玩。当时我在玩《辉哥最高传》的时候，辉哥还在拿金牌。Oh fuck！ 已开启自动驾驶模式。它什么 ？F4V 是怎样？跟你一样的战斗机啊。瞎子宝宝，那可以干嘛？那个是 B 是接的意思 ，F4 那个是飞机的名称。啊。这么畸形？一样，对，201没猜错。真的那么畸形吗？它是那个就是飞机的那个型号了。这边有可以保护我的飞机吗？的船吗？保护你的船没有。好。Good news。有啦，金刚可以加减，空国那一招加减可以保护一下，但是效用不大。已关闭自动驾驶模式。驾驶模式已关闭，自动驾驶模式。放烟的是尼克的，好，烟借我一下。
干，我们队友战斗机死光欸。哇，那应该是被扫了，要不然就是队友的战斗机有，我不意外。哎，夸张欸。因为他是日航嘛。对，他是日航，我不意外。鱼雷接近右舷。哇靠！哇靠！来投你哦。对。长官，我们正在失去动力。中两发。剑身破裂，我们正在快速的淹水。我觉得他蛮亏的。他很亏吗？我觉得蛮亏的。长官，问题已解决。我的鱼雷到现在还投不出去。没关系，等一下。目标已击毁。干着火，塞一个哎！游戏世界里面的大葱鸭好像挺美味的，你们都吃过？已开启自动驾驶模式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都抓到大葱鸭？哪里有大葱鸭？已关闭自动驾驶模式。燃烧！我要死了，我剩三件七了。啊、我也要九一他了。看我这场零输出哎，好惨哦！航空大队三，我们正遭受到攻击。他跟超他们不一样吗？就是不能进化吗？已开启自动驾驶模式。好了，换一个金刚还可以。我方队伍取得领先。好，我们两个都死了，屌你！没有啦，还好啦，这样子换我觉得，哇，我们还蛮厉害。我死了。但我觉得我们还蛮厉害，一跳了，耶、yeah ！而且我们的那个，我们的日航的鱼雷机好像也没剩几个。就对面是201嘛，还蛮针对的。201就是。针对航空母舰，可是自己却做不了事的一种。这是一个人靠队友，然后零一二的话就是卖队友，卖队友辅助的一个甲板，其实你的队友就是你的肉盾。你也挂了是吧？来啊，最后一场啊，跳！好，跳啊！不能进化，所以也可以一个吃。人家旁边火锅店就是拿一只葱的鸭子。世界。那为什么要发明大葱鸭啊？看看这是最后一场、啊，等一下打完就要换星海。哇，我也不可以选啊，不行选。你想玩哈姆是？我也是可以玩啊，不是不能组队，不能两个航母吗？对啊，所以我难过啊。为什么你有鸭子啊？这是一只鸟，然后拿着一只葱啊。没错，那就是大葱鸭。两只是神兽。哎、欸，只有台湾才有，不是只有亚洲才有。初音鸭。每一个州都有限定的那个鸭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你要全部收集，你要跑全世界才可以。改一个甩葱鸭啊！像那个高雄就有限定的神奇宝贝姜母鸭。姜母鸭？怎么了？那个鬼是代表你要注意一些防御的鬼。哎，我可以买六间美航了吗？真的假的？你可以买六间美航了吗？他们说的、欸。是啊。好啊。真的假的？我可以玩六间美航了。六间，我们又是不同的世界喽。真的假的？我可以买六间美航了。我没有注意到，啊、当那个。
JOE1909 他看他说的，可能刚好看到。他看到了 ，OK 啊，那你等一下买六阶啊，六阶又好一点，可是要有好队友才会好一点。各救各位！给他们颜色。干掉美航的。让世界美航。对面是美航嘛？世界美航。美航的话，就老样子，四行的打法，先掉他的战斗机，掉你自动驾驶模式，然后扫他了。战斗机飞得比他的快，你就跑给他追，然后你的 BAT 再去做。世界美航最爽。世界美航是最神的吗？我觉得是最爽，就是你打世界场，然后世界美航根本就神一样哦。其实我觉得差不多诶，世界美航其实基本上美航也是他一样的想法，他不追你的战斗机没关系，他就去等你的鱼雷机。对，你就这样跑给他追，然后你的鱼雷机就跑，然后如果他追你的鱼雷机的话，你就战斗机再追他，然后抓机会看可以扫，或者是就是跑给他追也没关系，反正跟他打捉迷藏嘛。对，然后如果他继续追的话，你也可以去追他的鱼雷机。对，你看到鱼雷机了吗？你可以去追他。干，被扫掉了，靠！没关系，一组还可以。以世界来讲，一扫到一组在鱼雷机还可以接受。直接屌虐一招，萌。老师对我大大们有必要这样吗？别这样，别打我。
右边的航空母舰被发现了。啊哈。对啊，被追了。航空大队三，开火！进化神器。他应该冲到 B。对面，对面！已开启自动驾驶模式。我是想说发生什么事，结果我发现对面把他的队友给干掉了。对面把自己队友干掉。对啊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驱逐舰？我方队伍取得领先。哎 ，A 队对面 A 队的驱逐舰下面那艘船，简易就是他队友。好猛哦！我就想说奇怪，哎、哦欸，他怎么爆了？好猛哦！他们的战斗机是被我放风筝哎，好爽！是啊，日常打法。但是没有办法，是我带他环游世界。我带他去抓那个，哎、欸，干，干，操你妈，被烧死，操！我已经还可以，干，我要操他本体了。他是没有飞机了，而他是没有子弹的啊。我看得出来啊，我知道你没子弹哦，不要太气哦。中一发的样子。中一发。被击沉，屌虐，屌虐两艘，哇，这个好猛哦！开玩笑，对方航空母舰被击沉了，我上他飞机是大大的哈，看到我要叫大大，你知道吗？已关闭自动驾驶，真的耶，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航母了，看叫我大大哈。靠腰，看错飞机了，靠呗，雷包。雷包。航空大队四，正返回船舰。搞错。自动驾驶模式。航空大队三，开火。这一发可能不会中，丢太远。这是一组啊，不会，一颗都不会中。对啊。可以再近一点的。航空大队四，准备好起飞，已关闭自动驾驶模式。航空大队二正等待着指示，航空大队二正返回船舰。
剩四烧。这个会中，这个会中，中三发哦，有机会中四发哦。棒棒屌虐！敌方主力舰被击毁。已开启自动驾驶模式。航空大队四在航中。但我觉得我这台怎么要爆的感觉？航空大队三跟敌人纠正中。剩最后一招啦。干！炸鬼啊！这个。他们的航母已经死了，已关闭自动驾驶模式，所以没有人干扰我。卡住了，耶！我要撞他。掉你！怎么还没死啊？啊！换游戏。你要先把美国六级的按出来。可以啊。啊，先把它按出来。你说美航？确定可以吗？我怎么变放低啊？四万驾驶况，舰艇舰要38711，但是你买那个要42000，是还差一点点的。但是如果说用那个转换经验就够了。对，你可以看啊，看你要不要用。干五盒，现在转换经验没有加，没有那个特价，对不对？现在已经没有了吧？我看一下。找到三只就好了，你要抓几只啊？没有了。对啊，我们等有特价的时候再买吧，不急。没有，你就没有，就是转换经验特价是打不拢转那个，可是你现在用你原有的，就是哦，可以直接转，哦，所以就可以直接交流。你可以直接升了。看一下哦，六阶。美航六阶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跟你现在比起来，它天生就多带了一组轰炸机，它的甲板基础甲板跟四阶的一模一样。你说跟四阶还是五阶啊？对，跟四阶的一模一样。就是111，但是它多一组轰炸，所以112。是111。哦，是111。哦，懂。对，111。所以我们需要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你已经你会脱离万年龟速18级。万年什么？你会脱离万年龟速的18级。你说那个 rank 可以超过18级是不是？不是，你的航空母舰的跑速，你不是只能跑？你美国不是跑慢慢的吗？对。然后现在变快快侠了。快快侠，干！我不想当快快侠。对啊，他现在可以动得很快，他可以跑到31.5。可以动得很快，到底是三小？意思就是说，你跑驱逐舰要追你不好追了。啊。为什么啊？对，驱逐舰不好追你了。你说本体可以跑得比较快 是？所以我们需要打一场六阶的吗？我需要买一个六阶，然后我们打一场吗？好啊，六阶的话，我可以玩那个看到很讨厌的那个克里夫兰。其实基本上你搭一个克里夫兰真的有差。好啊，那我们来买啊，研发哦。但是要先转换，还是不用转换，直接按研发就好。对。按研发，直接按研发，不用转换了。啊，可是我买了这个以后，我什么技能都没有啊，要重练嘞。对，你就看你要不要把从五阶把你的五阶航空母舰
上面的线，还是四阶的也可以直接拔上去。然后你如果你不想练的话，你就用达芙龙花500就可以直接转上去。我那个什么，我买那个舰艇的时候，他说有什么资深指挥课程跟那个要选吗？那个看应该是不用选啊，看你要不要选。要选就是练一个新舰长，不选就是可以看你可以把四阶的拔上去，拔到那个六阶上面这艘上面。所以我这样基础训练就好，是？就是不用基础训练，那个指挥官那边下面有一个往下的箭头，然后把那个按说不含指挥官，不含指挥官，对，不含指挥官啊，不练一个新的、哦。练一个新的是浪费时间啊！哦，练一个新的反而比较浪费时间啊、哦，所以就这样就好，不含指挥官就好的，那你确定了？那我要怎么把它拔出来？那个你就，然后你等一下，那个你现在旁边对不对？那个航空母舰旁边是不是有一个指挥官无法使用？对，点它指派指挥官，嗯，从其他舰艇上把你的 landing 世界那一艘航空母舰的拔过去，对，拔过来。那这样四阶的不就没有指挥官了？对，四阶就没有指挥官了。那你四阶还不玩吗？我把它拔出去以后，我把它拔出来，他说要重新开始训练，花500个什么银，500金币是完全不需要重练，因为它会有重练惩罚。然后你用20万银币是那个就是加砍一半的训练时间所以我一般都是用20万那个，对不对？一般是用20万，然后我的部分的话，因为我的指挥官通常都比较高阶，所以我就干脆只用达布龙。你就直接用达布龙是？因为他砍一半，就看你的舰长越高阶就越难练，越低阶就甚至用一倍。那我这个阶级很高吗？我看一下，我记得你是点到三阶了吗？我的话是用20万啊。我的话20万，如果你连那个时间都不想用的话，你就直接用500达布龙。好，我用20万那个，那我要怎么点？就不用改的，就不用改，就20万，就20万上去就可以打了。好，来吧，就先打，就只是技能的能力就是砍半。要练多久才练得起来？就把他剩下的经验值打完，没问题。干，我感觉我第一场一定是来搓。不会啊，基本上是差不多啊。不会啊，基本上你每一场都在搓，靠呗。看一下，好，都没得买 ，Go。哥哥，我跟你讲，你如果打不过，就直接拖到我头上来就对了。好，那我直接就在你头上打就好了。对，你在我头上打，然后你会发现你根本打不掉飞机，因为飞机都会打我。不会，我从来都会在你的头上打、啊。好，你就这样拖。哦，我们上七阶场。我们上七阶场子，所以这是七阶场、啊。对。然后辉哥，我跟你讲，一杠的全部都不要碰。一杠。对，船舰一杠的都不要碰，绝对不要碰，因为。防空都还蛮恐怖的，就是所有的，对啊，巡洋舰都不要碰它、因为现在开始所有巡洋舰基本上都会有、就是基本上会有防空镜，都是绿毛虫，然后对面跟你一样，它比你多多少，然后有那个，我看一下啊、你有看，对，你它的飞，它只有飞机加一而已，其他都一样，加一哦，那它也是跟你一样的甲板，然后它用比较好的战斗机，就这样。所以他应该买满的吧？他应该是买满，可是他甲板用的跟你一样。哦，没关系，技术会弥补一切的。然后辉哥，我等一下会在一个地方先挥洗，就是架防空炮，就架一个进攻圈。然后我跟你讲那个办法。我要到哪个点啊？我要开到哪个点？你往。一点最上面那边，往那个方向先开，或者是在那边先在原本的位置打转。好，那我就到那个、我到 A 三。A 三 OK 可以 ，A 三太远了一点 ，B 三好。B 三是好。对 ，B 三。不行啊，我还是 A 三好，因为我等一下会不小心就按到往前。可以体验高阶 CV 的痛苦了。
对，你可以慢慢开始体验那个。不过技术越好，技术最痛苦都不算什么，十分跟加分。来，辉哥，你现在看 A 点对不对 ？A 点它旁边有一个横的，看起来像剪的那一座山，对不对？啊。那个就是你在那边跟他战斗机缠斗没关系，那边是我的防空圈，我会在那边，我会先在那个山后面先架好，然后你就在那边。你说我的战斗机这里吗？你看一下。对，这个地方你就不要过那个圈，你要打的话你就不要过那个圈。你说整个 A 点都可以哦。对，越机也可以。对，整个 A 点都可以。好。我大概指给你这一个圈圈，哇，对方20，这个圈圈你在这边跟他打，然后越机往后拖，越机往我头上拖，拖到我头上来。OK， 来喽！表演。对，在这里跟他打，在这里跟他打。干，拼吧！干拼吧！是不是屌虐了？屌虐了！已经屌，已经屌，已经，干已经屌虐了。那个什么 ，Colorado 的那个我可以打对。对面正在错，对，屌虐了，屌虐了。对面的甲板，我现在预战斗机应该不多了。啊，干那个尿尿王也是蛮猛的，那个什么。C O L O R A D O 那啥小、哦，那个也可以尽量不要送他，他的防空炮也很猛。说太晚啦，没关系，还好你现在还可以挽救，现在你的飞机损失我觉得还可以弥补。我觉得无法弥补啊。他刚射过了，伤还有吗？还持续着。哦，没关系，我现在那个 C D 要重置，不过你还是可以拖到我头上打，我基础就已经很强。空中的三分敌人纠正中，中三发、哦，是三发。这个他们真的被屌了，今晚有要打一遍吗？我等开心来的时候看有没有，看傻U在不在好了。傻U你在吗？或是脑膜？傻U应该在，我看一下傻U是不是在阿奇。我们右边，那没办法，太远了，远水救不了近火。对面还剩，对他干完，完蛋，我战斗机要失态了。没关系。哦哦。干被缠斗。好像在跟阿吉打武打的。好了，脑膜不知道在不在。已关闭自动驾驶模式。他是没有鱼雷机，他只有轰炸机，对。他完全没有鱼雷机，他只有一束轰炸机，所以跟你那个自动甲板一样。所以他是201哦。对，201。好，我们有点裂哦。我们安迪要一起合作。阿西嘎拉在救人，在救人。准备就绪，航空大队四准备好起飞，航空大队三保持当前的航向。那个拿嘎斗，那个防空墙吗？防空也蛮强的。
干他的没有 Colorado 强，但是也很强。他刚刚就是被我打伤了，你看他三万滴就是我打的。打哪个都打哪个都有技巧啊。那那个什么 P E N S H Cola Texas 是吗？啊 ，T X A S 吗？不是不是，不要动它。P E N S A C O L A。哦，那个也不要动它，那个更恐怖，那是你那是对面防空最恐怖。妈，那我在这场到底可以干嘛？这场哈，你可以打驱逐舰。操。或者是打空狗。空狗。那那个哦，算了，我决定去打那个 Nagato。Nagato 也可以啊 ，Nagato 现在是最好的选择。我决定在你的头上等那两个战斗机被你抄歪。好，对面战斗机来了，对不对？往我头上过。现在去怎么？好了，刚刚已经鸣叫过了，不大敢过来了。已开启自动驾驶模式。哥，有没有看到前面有一个 ARP？ ARP 什么？第一个，这一招，这一招。啊！这一招有没有看到？打他！可他战斗机在那边很可怕的，我很害怕。没关系啊，就拖啊，可以用原机诱他，诱他一下，然后再把他诱过来。东西还可以重新交换。尴尬，我们先打起来了，战斗机。有点尴尬，太远对不对？哎，感谢邦宝，哎 ，Bimbo 八一三零一一，哇，十八等干爹，感谢你。靠，我被屌虐了。换 Heaven。航空大队四返航中，已开启自动驾驶模式。威哥，航空母舰赶快跑，往 A 点下去。A 点下去，方向。我知道，我已经在转了。哎、欸，好像有感哦，这个移动速度有感哦。对啊，很快啊。快快侠，靠！你被抓到的驱逐舰，驱逐舰在我附近。哎，为什么没有用啊？哦，你不会中。他又不知道我有没有走路。他又不知道我有没有走路。四面楚歌。
空大队四，我们正遭受到攻击。干他那只是不是很猛？航空大队四，我现在是被围殴了。正返回传接，航空大队三正返回传接，航空大队四返航中。航空大队四返航中。航空大队四正返回传接。二四六八四打四打八，干要爆啦！敌人即将获胜。巡洋舰可能会有防空技能。亚德拉法丁，对，巡洋舰都会有防空技能。巡洋舰是一条的，两条是主力舰，两条是主力舰，对。其实这就是靠经验啦，背一下对方的数值，大概就可以判断你要指什么，要怎么打。其实我玩航空母舰，我第一个抓的比较多，因为巡洋舰打下比较难打下面，比较难打死的。驱逐舰相对难打死，不过它相对要打，它要打掉你的飞机。航空大队四，可能在头上，他的头上转了200年，他才打下你下面。啊。航空大队四与敌人交战中。航空大队四。耶。航空大队四正反。GG。我前面有驱逐舰 ，GG。驱逐舰剩256滴。你可以冲过去用副炮劈一看。你说副弹副炮他自己射是不是？他副炮会自己射。来啊！可是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让你。来啊！副炮在哪里啊？我只要靠近他就可以是。在头，就在你的正前方。哦，要正前方才行啊。就在你的副炮隔两，一个在皮，一个在皮肤上面，一个在头上。我们的队伍全靠你了。他要投下来了。我们队伍全靠你了。啊，换游戏。OK。我伤害一个第五哎，这不是我的问题吧？刚上新船不习惯，我好歹也是个伤害第五，被队友雷啊！有两个139跟134的、啊，其中一个139还是七级的，这你怎么看？这我怎么看哦，雷啊！啊！他们的第一名居然是一个五阶的，这个、哦，那就。那个看起来就像就是吃掉最后面那两艘船的啊，怎么看就是这样啊。喵喵有六喵喵，计划是他分数能高，主要是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暂停。我会幻灭，为什么？经常抓到